今天呢，我来到了中国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的义门村。您见过近千人一起回家吃饭的吗？哎，今天就有这么一个盛事，德安特色的花盆松子牛肉，怎么会炸成这个杯子装？刚才介绍是白椒鱼头，是不是？白椒鱼头是我们德安县地道的老菜。您在外面那么久，有没有想念家乡的这个味道？磐石的味道，太美好了。对。太阳一出红似火，一有美食全是我啊！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回家吃饭的小池，很高兴的见到大家，大家也很高兴的见到我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中国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的义门村。哎，在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，那就是回家吃饭。而且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叫陈氏家族。义门陈氏啊，据德安县志记载，在历史上啊，唐宋时期义门陈氏家族有3900余口人，历经15代330余年，聚族而居，同炊共食，和谐共处，不分家。相传啊，义门陈家吃饭的时候，那家族3000多人一起入席，设立了不同的餐位，像什么老人、成人、儿童分别设立席位，一开饭呢就是300多桌。什么时候吃饭呢？那得以鼓为号。哎，这一习俗啊，被义门陈家称之为击鼓传餐。如今陈家千人宴也追随过去的传统，千人赴宴，击鼓传餐，共同回家吃饭。义门陈氏从古至今啊，都特别重视和谐共处，家族内十分团结，邻里和睦，十分重视和谐团结的家风家训。一家上千口啊，每顿饭都要一起吃才行，甚至家里的狗都学习起来了。据德安县志记载，一犬未至，百犬不食。意思啊，就是一只狗不到，所有的狗都不吃东西。您看，连狗狗都受到了良好的家风的感染，这样的家风真是让人佩服呢。您见过近千人一起回家吃饭的吗？哎，今天就有这么一个盛事哈，我带您上去看看去。您好您好，打扰一下，我是回家吃饭的小池，特意来咱们德安寻找美食啊。我看您这正忙活着呢哈，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位做这个白椒鱼头做得特别好的，是谁呀？怎么样呢？那不好意思，您接着忙，我去打扰一下。您好您好，您好您好您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回家吃饭的小池，请您做个自我介绍，咱们认识一下。我是今天做这个白椒鱼头的啊，梅厨师，姓梅，姓梅，梅花的梅。哎，我听说您做的这个刚才介绍是白椒鱼头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这次我很好奇，因为说实话，我呢是一个北方人哈，但是我吃过这个剁椒鱼头。因为白椒鱼头是我们地道的德安县地道的老菜。哦。剁椒鱼头是这几年才留到我们这里。今天让梅大哥呢做一回，我就知道这白椒鱼头是怎么回事了啊。首先咱是准备今天做的这个主材，这个鱼。
这个鱼叫什么？雄鱼。雄鱼。这个雄鱼来自我们这里扎岭湖、哦，现在就是叫做庐山西海。庐山西海。对。哦，说这个湖里物产非常丰富。对对对。所以这条鱼看上去，大家看看哈，这鱼很大，头大身小。哦，首先咱怎么处理它呢？改一下。哦，把它剁开。对。这个鱼据我所知就是在北方也叫胖头鱼，对对，就是胖头鱼的意思哈，就是头比较胖。哎，为什么这时候看我啊？对，就是鱼比较，就是头比较大啊，所以叫胖头鱼。咱们把鱼头处理好了怎么办呢？鱼头处理好了，现在是去腥去水。哦，你看这个鱼这里面的黑的哈，这个是一定是不能留的，如果有这个在上面，嗯，它那个鱼你怎么做它都会很腥的。哦，撒一些盐，对对对，入一些底味哈，对对对。哎，胡椒也是一个去腥的小妙招吧？对对对，再撒上些料酒，再次的去腥。进盘上盘，上盘、啊、这就可以进盘，就可以蒸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各位，接下来梅大哥就要上锅蒸这个鱼头了哈，来，有请锅。哇！哇，哎呀，这个锅好大呀，这个锅。在这个等锅蒸开的这个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还在准备一些它的辅料？辅料。好，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辅料基本上都有什么？线椒。线椒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萝卜干。哦，就是咱们当地萝卜干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美食啊，不光是有主食材，还有当地特别的辅食材。才能形成一个当地有特色的美食。早餐，嗯，切末。嗯，我发现您这个把所有的食材都切成了末，是不是也是为了一会儿更方便入味儿呢？我们是叫白椒鱼头。白椒鱼头。鱼蒸好了过后，再把这些末浇到上面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剁椒和白椒具体的区别在哪儿呢？其实字面上就有区别。剁椒上面是辣椒的椒，白椒呢是椒汁的椒。哎，您明白这个白椒鱼头的精妙在哪里了吧？哎，好了，水温起来了，水温差不多了啊。放进去，啊。哇！梅大哥，我看你又准备了一些姜葱啊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放在那个鱼头上。鱼头上面。哦，好，增加它的味道。我们这个鱼头就放锅里蒸啊，您给我们讲讲，我们这个鱼头放在里面大概要蒸多久？15分钟。蒸15分钟。15分钟。哎，我们大概呢等了大概有15分钟了啊，我看看这个表，嗯，基本上有15分钟了啊，咱们看一看现在这个里面蒸没蒸熟，您看看怎么样效果？熟了，熟了，熟了，哦，大概闻到了一些鱼的香味儿啊。现在呢，暂且把这个锅放到一边，我们接下来是要准备炒这个料，是吧？炒料。哇，咱们家炒料也用这么大锅啊？自信满满的梅大哥。首先放一些我们的姜末。蒜末。好香。哦，我们的辣椒末。哎，已经炒出这个蒜香还有辣香味道了啊！那这时候我们放入了刚才榨菜，还有萝卜干。萝卜干，嗯，这个是不是我们炒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？对，因为这个榨菜跟萝卜干一会儿吃上就会很香。辣椒面，好，再加一些料酒。这时候加一些我们太太乐的宴会酱油，加一些太太乐的汁。姜葱，加一些姜葱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哎，我们这个白椒鱼头的这个料就炒好了，咱们是不是可以把鱼请出来了？对，太好了。好的，嗯，很有这个鱼的香味儿，但是经过我们调制之后呢，这个鱼腥味儿几乎是闻不到了。把我们蒸过这个葱姜尽量都去掉啊。现在开始浇，我用这个汁准备浇这个鱼头，好，慢慢的浇上去，哇哇，这菜就做好了啊。
这道白椒鱼头呢就已经做好了，但是具体这白椒鱼头的味道跟剁椒鱼头区别到底有多大呢？哎，我先不告诉您，我要跟您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太太乐宴会酱油第一道原汁品头道鲜香。太太乐宴会酱油喊您回家吃饭，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哇，好棒好棒好棒！那咱们俩就尝一尝这个菜色怎么样啊？我就不客气了啊。真是蛮好吃的，好吃，而且这鱼肉啊，口感非常的好，鱼肉很有嚼劲，我们这个汁水很好的渗透在这鱼头里，这鱼头您每咬一口，既有这鱼肉鲜嫩的嚼劲儿，而且又加上这个汁在里面，哇，这个搭配真的太绝了！如果有机会来到德安，一定要尝一尝这道白椒鱼头。说实话哈，梅大哥，这个菜真的让我很惊艳。因为我以前只吃过剁椒鱼头，确实没有吃过白椒鱼头。这次吃完白椒鱼头，我觉着我可能在德安还得多待一天。那没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得再吃更多的德安美食。那就吃我们的花盆松子牛肉吧。哎，这道菜听上去很特别呀、啊。对。哎，我想问问，在咱们德安谁会做这道菜呀、啊？我们那个黄大师。那个黄大师。黄大师啊、哦。黄大师那边忙。在那边忙活着呢。哎呀，那我就打扰了，我去拜访一下这个黄大师。那我就在这里邀请你们一起吃我们陈家的千人宴。哦，这哦，是咱们今千人宴，我们也能参加吗？对，真的啊？对啊。啊，你说这多不好意思，这就是必须得参加。这是。OK。那这样，我先拜访一下黄大厨，然后呢，这个我看看这个花盆松子牛肉怎么做的，我再来回来找您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您稍等我一会儿啊。OK。不会等太久啊，别着急啊。大厨您好。嗯，您好。您好您好您好，我是回家吃饭的小池。您好小池。请您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我是黄亮，是德安的一名厨师。哎呀，黄大厨，很荣幸遇见您。很荣幸很荣幸荣幸啊，太高兴太高兴。我刚才听梅大哥说了，说在咱们德安县啊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。哎，这道菜为什么咱们德安人都非常喜欢？因为我们德安有个唐山乡。哦，唐山乡属于德安县海拔最高的地方。哦，牛肉就自然更好吃。哦，所以咱这道菜也会用到牛肉。哎，用的就是唐山的牛肉，它名叫花盆松子牛肉。花盆松子牛肉。对对对，听名字就蛮好的吧。还得拿花盆啊，是吧？哦，花盆我们自己做。花盆都能自己做？能吃的花盆。还是能吃的花盆。对。所以这道菜是您自创的吗？算是吧。算是自创的。哎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吃到牛肉就能想到这个。哎，一吃牛肉竟想到我们这个一个美满的大家庭，在家庭里跟家人一起用餐，回家吃饭。哎，那咱们就开始操作吧哈。哦，行。首先咱们用到什么呢？我们先切配料吧。嗯，我看您这边准备胡萝卜丁。哎，这个是咱需要的吗？对，切点配料。哦，配料准备好。现在开始切牛肉。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哈，您准备的这个牛肉好像跟我们平时在市场买的牛肉有点不一样。哎，对，这是我们那个唐山的牛肉，属于高山牛肉，属于高山牛肉。哦，你看这个感觉上这个纹路，纹路的也都会细一点。对，感觉好像更清晰一点哈。我们这个牛肉要改成什么样呢？改成小粒状。小粒状。哎，黄大厨，您切的时候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您这块牛肉是牛的哪个部位啊？是牛前腿部分的。前腿部分。黄大厨利索的刀工呢，我们这牛肉已经改刀好了。那咱们这牛肉切好了，下一步咱们需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先把牛肉先腌一下，把它腌入味。我们先放点盐，放点辣椒面，再来点生抽。来点生抽。好。哎，我帮您倒点生抽。我们先把它味道抓匀。嗯。再加点淀粉。来点生粉哈。加点淀粉，肉的会更嫩，口感会更好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拌匀腌上个10分钟。嗯，咱们接下来就看看这道菜怎么做哈。先把春卷皮炸好备用，炸成酒盅状、茶盅状。这春卷皮就是咱们市场买的那种春卷皮哈。这种春卷皮怎么会炸成这个就是杯子状的？我们用萝卜给它做个模子。哇，这个好神奇啊。萝卜是这个？白萝卜。白萝卜。哎，白萝卜大小合适吗？各位千万不要眨眼，因为接下来就要拿春卷皮做成模子。到底怎么做咱们看看黄大厨。这油温大概要升到多少度？咱们烧到4成热，然后我们就要操作这个春卷皮了啊。
起来了。天哪！哇，好了，换成金黄色。这样的春卷皮炸法还真是头一回见。好，我现在是换成金黄色的回，哎，把它慢慢的。哇，哎，给大家看一眼，春卷皮是不是很厉害？春卷皮变成了一个碗的形状。哎哎，说实话呢，黄大厨又开始炸第二个了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准备炒制牛肉粒了啊，咱们看看下一步怎么做这牛肉粒。我得先放点油，嗯，我们加点姜蒜末，好，再拿点排骨酱，好，这是排骨酱，对对对，哦，哇，很香的味道马上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下入我们腌制好的牛肉粒，把它翻炒均匀，放入配料青豆跟胡萝卜。好，王大厨，咱们炒牛肉需要注意点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的牛肉切得比较小，嗯，火一定不要大，我们用中火炒，不能炒焦掉了。哎，好，这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调味，放点鸡精，用一些我们泰德勒的鸡精，老抽来一点，生抽要不要？生抽也来一点，也来一点哈。用我们的泰德勒宴会酱油，味道更好。哎，经过几下翻炒，好，现在关火。好，我们用小勺子往这个春卷皮里面装。嗯、好。感觉很开心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今天呢，马上就要吃到我们德安特色的松子牛肉。哇，松子放在最上面，好，松子要撒在上面哈。现在这道菜就做好了，就做好了。哎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，我就先尝尝了哈。春卷皮应该很脆，我一口咬下去。哇，嗯，还不错吧？嗯，很好很好，不错不错。首先，吃上去有这个春卷的脆劲儿，这个牛肉鲜香咸，绿豆、胡萝卜还有松子在你嘴里啊，能起到特别有口感的效果，所以这个菜感觉在你嘴里啊，迸发出来一样。德安人民真的很有口福，所以在这里。我要告诉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泰德勒宴会酱油第一道原汁品头道鲜香。泰德勒宴会酱油喊您回家吃饭，买面买面认准福临门。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黄大厨，接下来呢，我听说咱们这个千人家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叫吧，把梅大哥一起叫上啊。对对对，把梅大哥叫上，咱们一块儿啊，走走走走走。梅大哥，哎呀，您好您好您好哈。来，是池哥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从海外回来的陈家人。哦，您好您好您好，幸会幸会幸会，您好您好。我从新加坡回来的。哇，从新加坡回来的。您每年都要这个回乡祭祖吗？这次是在网上看到了。哦，就是传说一门臣一直在找，但是您是之前没有感受过这个一门臣家族的这种团结，这种盛大，这种美好的感觉哈，所以特意回来体验一下。对，然后这位是梅大哥的母亲。哎呦，您好您好。哎呀，看今天看这盛大的场面，是不是也挺高兴的？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哎呀，希望您这个老当益壮哈，越活越年轻哈。咱们是借着这个一门臣这个越来越兴旺、越来越好这个势头，咱们一起好好的回家吃一顿饭，好不好？来吃一顿家宴，来来来，咱们吃起来啊。嗯，这个菜非常好，还是很好吃的哈。嗯。哎，陈先生，这个您在外面那么久，有没有想念家乡的这个味道？想啊，嗯，还是的味道太美好了。对，因为美食能带人一个思乡的情怀，把这种亲情感融入到生活里，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。